来了。嗯。放学了，给他。对。这天天都放学那么晚吗？没什么东西啊。你把书包放过来去，去。我的妹妹回来了。你现在天天都要戴眼镜了吗，天一？小近视，也不能说不要戴，但是戴了之后舒服一点。舒服一点，这个房间我给你空调开开了，今晚你就睡着哈。好的。啊。明天放假了，早上。对。啊，他明天放假，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让他来我家住，因为我们姐妹很久不见面嘛，就是今天晚上聊聊天，明天不用上课，是吧？嗯。你给我带来，我这样给你看。因为妹妹回来之前呢，就是跟我交代了，她知道我要回来嘛，然后就跟我交代说，让我给她带一些她能用的一些东西啊，咱们自己家卖的就不用到外边买了，是不是？省钱就是王道。首先，肯定是你们最喜欢的，看到吗？四支口红，这三个颜色是吧，老王？我那天买了，一冲动买了三个口红，但是这个颜色不适合我，太淡了啊。你们搞得很会用到啊！我平常不会涂，但我放假可能出去玩了，我就能。对对对，这几个颜色你喜欢，还有这个，祥树雷的，是别人送我，别人送了我三支，然后我用完了送你一支，然后还有这个防晒喷雾，这个喷雾是我采过的啊，我采过的样品，然后我就拿回来了，然后这个你上去可以一秒用啊，还有这个，看哪个，认真，我给你带了四块，够你用了吧？喜欢你的是吧？是不是想着你出游？味道也好闻，四块。然后这个我给你拿了一张新的，这个是保湿套盒。我妹那天特地跟我讲说，让我带上这个套盒。你们现在搞什么？都开始护肤了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基本上五分钟都开始护肤了呀，出门才多呢。现在是女生，我们在一起。洁面、爽肤水、洁面都会用。那你这个紧实洁面膏可以吧？可以，啊，保湿。还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妹肯定最喜欢的，对吧？看到啥了吗，老王？包包，来打开，看看，看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带两个回来。咋了？有点惊喜是不是？你以为是给谁的？就是给你自己的呀。你看你要的喜欢你两个都拿了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这个不是咱送给粉丝的 CK 包吗？没送完嘞，哦，都送完了，没事，下次可以再买。这个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几百块钱。几百块钱对我来说也挺多了，好吧？你肯定省不多买了。你买的话买多少钱？我平常也没怎么买过包，基本上都背书包。那你自己买的话，你买多少嘞？一百充值了吧？充死了，这个讲的有点狠。高中生都比较拮据，你知道吧？没事，这个也是，反正我送你，你拿着拿着，当做姐姐送你的一个小礼物。俺妹天天也不要，也不买啥的。行了，感觉有点小哈，主要我掏东西啊，够了呀。主要你太高了，我感觉这个包有点小，有点小。我感觉挺好的呀。挺好的，还装个正品。对。可以，行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那个洗发水你给我寄了吗？我妈说还没有到。洗发水，人参。对。那。你还没给他寄吗？我忘了，一点一分都没有。上次不给你寄了吗？我忘了。俺家里有，我才带回来一套，你采烟采了用，但是你别拿走，然后我明天给你寄，你今天用好吧？啊，我拿着有一套，你妈拿去洗去吧，快点。家里俺家里也没有了，只有生姜。没事，妈，我手放了吧，你去洗去吧。啊，好。赶紧，现在，王伟，我感觉俺妹这一趟比上一趟都回来懂事了。好大了，十六七了。不是怎么小孩越长大越腼腆啊？这有些正青春期，他有的话他讲的就是腼腆。他跟你一样，老妇女说的。滚！这个就是我们
们的人参洗发水啊，主要就是控油。因为我妹喜欢用这个的原因呢，她是高中生，然后经常熬夜，可能青春期吧，就是身上油脂分泌比较旺盛。然后它的味道你也喜欢是吧？对，是柠檬马鞭草的味道，甜香甜香的。打开你看啊，里面是一个洗发水350毫升，发膜是200毫升，配的还有一个泵头，换一下。咱们这个洗发水呢，就非常受一些头发容易出油的宝贝喜欢啊，男人也用，然后价格也特别的实惠，一大套，咱们都不是一套起卖啊，两瓶儿两套起卖，包邮才99块钱，就是很多人都是买三套，甚至有的人买一箱买回去用。而且呢，它是最新的日期，所以我们宝贝呢，如果喜欢用这一款的，可以适量囤，我们工厂就是全部都已经生产出来了，所有的包材卖完我们就不会再去生产了。大家戳下方的链接，你们就可以带回家。已经洗好了，老妹来过来让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别动别动，扭过去吧。真顺，看到没？洗完的头发就是如此的顺滑。干嘛？抹脸呢是吧？啊，它的这个保湿套和橱窗里也有啊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拍。老妹儿，你今天跟我睡吧，咱俩睡好不好？可以吧？咱俩聊聊啊，聊聊你的学习，聊聊你的心情，聊聊你的不能跟妈妈讲的话题，怎么样？亲俩的可以学习上。行。好吧，那我们这期呢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给丽云强烈推荐，转发关注，拜拜。